峨眉传奇做自己的英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，我们现在在重庆江南体育馆为您奉上的一场是65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。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龙桑托斯，红方选手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尼瓦尔。双方的身高也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，对，是身高一米八二，对，然后安尼瓦尔是1.72，对，有10公分的差距。对，明显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马龙桑托斯是那种细长型的选手，而且这个腿啊，简直是一下就到腰上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马龙的主要进攻方式啊，除了拳法、腿法、膝法，也很犀利。是的。是呢，相对于安尼瓦尔来说呢，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，而且有过多次打这种身高比自己高很多的这个对手的经历啊。而且他这个在峨眉传奇的擂台上是7战全胜，有4场是以 KO 完美获胜的。是的。但是这个安尼瓦尔的体重总是超标，这个让大家都很恼火。今天呢也是安尼瓦尔体重超重啊，扣去了一分。那么相应的在他的出场费上，我们的组委会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，扣一些出场费给对手作为补偿。是的。这也是国际上职业比赛的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些惯例啊。对对对。对会有飞膝。飞膝。这个时候马龙啊就没有办法很好的，哎呦，连续轻重结合，突然一记后手直拳的重击啊，这个真的是经验太老道了。对，刚刚说马龙被独秒，刚刚说到这个马龙没有办法发挥这身高臂展的优势，再一次飞膝给对方顶倒，连续独秒2次，但是袭击直接顶到了马龙的胸部啊，这样的马龙就扣去了3分。是的，哇哦，再一次袭击。这个安尼瓦尔这个膝啊，可以变成，哎呦，哇，马龙。